想要在 PlayStation Vita 掌机上体验一下最正统的 FPS 射击游戏吗？那你千万不能错过这款全面对抗燃烧天际，不但画面表现不输给一般的家用主机，而且还有一大堆新鲜的玩法哦！大家一起来对抗外星人，保卫地球的和平吧！在 PS3 以及 PSP 平台上热卖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《全面对抗》系列作，即将在 PlayStation Vita 平台上推出最新系列作品《全面对抗：燃烧天际》。本作以全新的故事线展开，时间介于二代与三代之间，游戏舞台则设定于1950年代的美国背景。玩家将扮演的主角汤姆·雷利，原本是消防队员的他，在第一次见到奇美拉肆虐美国东岸后，在城市间穿梭，试图寻找自己的家人，却发现自己身处于一场战争之中。旅途中，主角遇到了其他的幸存者，而他们将一起为了人类幸存而战。搭配 PlayStation Vita 的功能，玩家可以使用前触碰萤幕所搭配的虚拟按键，在主要与副武器之间切换使用，也可以直接利用手指拖移武器到敌人的面前进行攻击。游戏也支援多人线上模式，让大家可以一起彼此较劲，打个痛快哦。